还是会有机会需要怎么样去自己找。那你要找的，我们建议各位就是您在找的时候，尽量找所谓的创用 CC 授权的，或者是我们讲的 CC 领啊，有一个图库 CC 领 PDM 这两种所谓的不需要做任何的连接，不需要告诉人家出处的那一种，好，CC 领或 PDM 这两种最方便用哈，所以你可以看我这一个。当然，如果你要有去备好的，我这边也有一个，有没有？找 PNG，好，PNG 这种图库就会比较方便。那以这个来讲的话，因为现在有很多图库，他们都专门收集这一些，好，收集这一些哈，那真的蛮多的，真的蛮多的。那我们刚刚特别提到就是 PDM，就是所谓的人类共同资产。好，所以你呢，只要看到想要引用，那就直接拿去用。那 CC 领的部分呢，就是所谓的放弃它的所谓的智慧财产权了。哦，所以呢，虽然在保护期限里面，可是呢，我就放弃了，你就自己拿去用。这样子的话呢，只要是人就拿去用，你也不用告诉我它来自哪里。哦，所以这两个你都可以找找看。那我们这个地方，哦，这里有一个搜寻引擎，就专门找这一块。我找。之前没有跟大家介绍过的，好，我们之前是用这个跟大家介绍。那你可以找，像这个是有颜色的，看一下。好，这个哈，这个也蛮不错的。当然，大部分都是国外的哈，所以你要找关键字，还是请你用影帝开通的哦，勾弋加的美通啊。好，比如说你想要找 cooking 的。做菜的，有没有就一堆，对不对？那重点是你点进去，点进去右手边，因为我们上次看过中文的嘛，这次看看英文的，有没有 CC 领 license，CC 领授权？他说你可以拿去个人或商业使用，而且不要怎样，不要告诉我来自哪里嘛，有没有？我。你那些不用再告诉人家你是从哪里拿回来的，所以当你按下载，不好意思，直接就下载下来了。好，那有的他会让你选择哦，在这里有没有不同的 size，对不对？最大的到4597，这个就1200万够大的了。哎，所以像这样子的话，你找这些图库就没有版权上的问题，我们就比较不容易踩到地雷。哦，你当然用 Google 搜寻是可以，不过 Google 搜寻也是有一定的那个嘛，一定的风险。哦，所以你还是要个别，当然最好的还是都个别看一下啦，只是至少你透过这个方式应该比较方便。那么 PNG 的那个也是一样，哦，你看如果你要一些像这里有没有，请点击这边，像这个也是，这里，这个是我们之前没有介绍过的，因为这别人写的嘛，所以我就尽量介绍我写的嘛。这样 有偏心吗？没有了，我都还是有列出来呀、啊，对不对？你看这个有没有？也是 CC 零授权的影片哦，影片的部分。所以像这个网站，您也可以直接去把相关影片下载下来。哦，啊，这里呢，我看一下，还有什么剪影的？这个就真的比较少，这个是日本的。因为有除了看标准，要剪影也其实很多也不错啊，对不对哈？所以你就可以找看看哪一种有需要，只是在这边就是说你日文跨国都怕麻烦，对吧哈？但是这里它已经有自动翻成中文了，语系这里有资源有没有？虽然这只有剪那个哈，但是你可以好处是你可以像这样找，如果真的要照它上面的女生。好，我们找看看真的行不行？还真的有没有？所以您这样去找，您觉得比较满意的，因为这种的比较少看到，哦，解你的部分其实比较少看到。那您可以选择这边，有没有？我现在免费下载这些。好，这里是有 PNG，可是如果你有 SVG，
拍谁 ，focus 在支援 SVG。SVG 是我们现在新版本网页上的什么向量格式，就替代 Flash 的。所以如果有的，我通常就会选它，因为我选了这个下载之后，要继续下载分享，要吗？不用。好，这里好了，这里有没有下载下来的？所以呢，我现在找到它，我放在哪里？在这个下载这里，您看一下我们 Focus Guide。您要把它插入到这边来，一样从图形这边新增。您看这里，我们资源的格式有没有包括 SVG？ 这样最好了，对不对？因为放大缩小不失真。好，所以我只要有资源的，我就叫进来，点两下。而且大部分 SVG 都是什么？都是具备的，有没有发现？对不对？我就不用再续备了嘛，是不是就直接拿进来用了？哦，这个是我想我们稍微补充一下，就是您在找图库的时候，哎，某些地方您可以去找到不错的，要免费的这样的资源可以使用。